脱下外衣，大秀六块肌，外貌神似胡宇威的猛男消防员，不止身材好，还会打中国武术八极拳。大学期间有参与一些就是救生员的打工的工作，我的师兄很多都是各国的消防员，救人热血的工作，我自己也非常向往。消防资历三年，曾在2009年海峡两岸武术交流赛获得金奖。另外还有神似韩国男星池昌旭的猛男消防员，在台上自弹自唱。新北市消防局阅历猛男，个个大秀才艺，但今年不止猛男美女主角，还有他们可爱的动作，来看正前方，来三连拍。一出场先来一个可爱三连拍，猛翻台下所有人。他是气毒犬福星，退休后首度登台露面。福星福星摇着骨头，头都抬不起来。和市长侯友宜热情互动，全程紧盯骨头，笑翻全场。今年新北市消防形象阅历，结合7只警消工作犬，其中福星大有来头，从小萌样红到外媒，过去曾协助破获板桥分尸案、新义侦产杀人案立下大功。现在就是终于退休，我感到就是可以跟他在一起，我很开心。用零食就可以把他就是控制住了。从1月到12月，肌肉猛男消防员牵着萌萌工作犬登场。在这之前，先在后台来个全体伏地挺身、仰卧起坐，精实的训练日常，才能在救灾任务发挥全力。三立新闻邱宇、陈怡萱，新北采访报道。